事长，果然你一切的一切都预告在前面呢。你说过台股有出息，出息什么涨什么。果然您昨天预告的长荣，在除夕的之后呢，涨停板哦，这个大家有没有赚到啊？另外还有阳明跟万海，今天盘中也涨了快要 5%， 连涨五天的元泰，还有昨天创高的智元，今天都继续涨哦。所以想要请教一下投资长，下一个除全息的标股是谁啊？今天长荣除完全息，马上飙上涨停板。就有一个分析师昨天就预告一切，我说从自营商的一个行为表现，笃定告诉你，今天很有机会攻上涨停板。这就算过去式，这就算的小事情 ，piece of cake。我要告诉你，下礼拜货柜三雄还有除全息行情，因为下礼拜万海除完全息，阳明要除完全息，谁除全息的威力会比较大呢？除此以外，全新的七月份，这一次的六月份，台湾股市居然大涨特涨，实际上涨了500点以上，还有崭新的标股是什么？还有更多更刺激的股票什么？台湾股市到底会回档到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会喷出去的？所有的一些标股介绍，通通在今天荣耀华尔街。我是怡慧，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。今天是6月30号，台股下跌26点，收在16915点。周四美国的科技股呢呈现了分歧，苹果是再创历史新高价，但是因为美中角力战的关系，波及到了辉达跟美光，导致股价下跌。最后呢 Nasdaq 是收在平盘，其余三大指数是全数上涨的哦。而台股方面呢，则是先下后上，一度下跌150点，最终是收跌26点，而柜买指数则是继续强，今天又喷出了 1.37 点。后市盘是怎么看呢？我们要交给经济日报选股冠军纪录保持者，同时也是全台湾 LINE 粉丝人数最多、演讲讲座场场爆满、最受欢迎的分析师郭哲荣投资长。投资长好。对，各位朋友大家好。开心 Happy很开心的六月份，全新的七月份怎么办？六月份你以为台股是跌啊？不好意思，上个月份台股涨999点，对，六月份现在涨300多点，涨336点，实际上涨超过500点。为什么？因为除全息点位超过200点啊。像今天不就是看起来是跌，对，实际上是大涨特涨的一个行情啊。是啊，今天实际上是涨47点啊，你蒸发70几点啊。所以投资没有？现在行情看起来好像跌，其实是涨。像这个月你以为是跌，结果实际上大盘是涨。来，这加计除全息涨了500多点。所以你去想看，你要怎样分析师好不好？我只要预告在前面，尤其我今天长荣、好不好？很多人都问长荣除全息，对，谁都可以讲啊。问题是谁能讲到真正？全台湾哪一个分析师告诉你长荣除全息当天会涨停板？而且我是有根据的，我不是用猜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说不论选股比赛也好，不论我自掏腰包丢个几千万台湾50，我非常有自信，就算我亏钱我都知道我可以反败为胜，因为我天赋就在这边。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些证据好不 好，全新的七月份你一定要跟上我的节奏，一定要。我希望，我真的希望，我打从心底，你一定要把手伸出来，我还知道我怎么帮你。你就要看医生，医生就算我是再世华佗，你也要挂号啊！你不挂号，医生怎么帮你？是不是？是。好，所以你去想看，你要怎样分析？来，你来继续说。我敢发誓。你有发誓？对对，那个头场早就有讲过哦。是。台股有出息，出息什么就涨什么。其实昨天头场在节目当中教大家的长荣，真的让人印象深刻哎。对啊，交权证就可以，就是买权证就可以赚到价差。是。对啊。我丢笔，你要丢笔啊？郭老师在讲什么？大家有没有在听啊？在听啊，这个是老梗啊，以前别老师啦，哦，以前是投顾最红的老师啊，现在是像我最红啊，不好意思哈、哦，谢谢，好，你继续说，来。是，那如果说这一次的长荣涨停板没有跟到的话哦，是，那接下来今天其实有一个观察点哦，就是今天呢，阳明跟万海哦，盘中也涨了快5%哎，还有投资长你的这些股票，像是元泰已经连涨了5天喽，继续强哦，今天。还有昨天，等一下，你说哪个连涨5天？
元泰。元泰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利空的时候涨？对啊。啊，我们在录影的时候，台北市就打雷，突然咚咚咚咚的时候，那个雷声好大。收音有收进去吗？头上有一点，一点点哦。如果你听到咚咚咚，不是我们这边有问题，好，不是我们在打鼓哦，是雷声，好不好？老天爷都在帮你敲锣打鼓庆祝。对对对对对，还是下礼拜那个震耳欲聋要涨了，震聋要涨了。好，是哦。好，来继续说。好，还有昨天创高的智源，今天也是继续涨。所以啊，想请教一下投资长哦，就说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迈入七月份了嘛，那第三季的新主流股，你会比较看好谁呢？第三季的新主流股，对，一样。AI 概念股还是主流，是 AI 概念股，然后是拉回的 AI 概念股，你一定要记得。好，我问大家一件事情哦，来，我问大家一件事，3035智源，你看今天又涨了，哎、欸，它很恐怖，是每天慢慢涨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哦，重点是台股哦，它这样涨哦、嗯，台股是有点做头哦，对，有没有感觉上？可是台股有些做头，我一直说过，这一波行情哦，很多人，全台湾只有我，拜托欢迎 PK， 你拜托你去看一下六月份的老师的节目。在六月初的时候，只有我郭哲龙哦，讲得非常之清楚，什么清楚？在这边台股湾股是会一直涨、嗯，我来不及播重播，因为每天播重播实在是播不完呐、啊嗯，我太多奇迹要重播了。可是你们都可以看到，我一直预告一涨一涨，没有错吧？对，你敢发誓吗？敢发誓。中视前单家主播洪怡慧小姐，你敢跟我一起发誓吗？我敢发誓。如果我们有没有预告说突破万六一直涨一涨，然后我们就一起下台鞠躬。嗯，好。就不出现在媒体了，好不好？嗯、好 ，OK 吗？嗯、哦，谢谢你，好、okay. 哦，愿意相信我。来，因为他就在旁边嘛，啊、对，在作证，一涨一涨，你不要看到人家说一涨又拉，很多人说区间整理拉回，我们看怎么样，几成资金要干嘛？做多就做多，到最高点那一天，只有我告诉你什么？六月十五号，我说台湾股市不会涨的，对，我还告诉你这一个行情有没有像2006年一样最经典的什么样？台币升值，台股涨。台币贬值，晚上是贬值哦、嗯。台股也跌，因为外资绕跑、嗯。所以你看现在的新闻，很多新闻都说外资期货减少。你看这几天不财经新闻都是什么？外资期货多单减少，减少3万多口。嗯，废话啊，这早就讲了。他们现在是描述现象，我是预告现象。对，高低立下，到底谁高谁低，马上怎么样判断的清清楚楚、嗯。你要就这样专业分析师啊，我有没有天赋？还是我有天妇罗，你一清二楚啊！天妇罗可以吃的，天分不要，天赋没也不能吃的。哦、所以投资票，你去想想看，你要怎样分析师？来，我说2006年这样子你就算了，完了2011年也是一样，台币升值，台股涨，那这个是被大盘拖了以后，台币也不得不贬值，可是贬到最低点呢？怎么样？台湾股市怎么样？也就是最低点，台湾股市也是最低点的，嗯、最低点的是买点，所以台币如果贬到不能贬的时候就最低点。那你看这一波更送分题。在还没有下来这一波，你们的、哦，我们对齐来，在还没有下来之前呢，看清楚，我把它画上去，你们的、哦、有，我不够明显，这边、哦、这个段你们的有，台币开始面临一个转折点，急速升值的什么？台湾股市还在最高点，是啊，挂掉了，哦、再一次，台湾股市在这边急速升值的时候，你们的，嗯、哦，这边你们的有。啊，说错，台币在这边急速贬值，晚上是贬值，急速上去比急速贬值的时候，这本来是三十换什么换一台币，变31换一台币嘛。对，当然是晚上是贬值啦。对，台币急速贬值的时候，台股还在高点，所以这边都送分题，告诉你台湾股市会拉回。全台湾没有一位分析师像我讲的这么鞭辟入里，这就算了。嗯，这就算了，这奇迹好多个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多个就算。最恐怖，我们来看一下。今天所有新闻都在讲什么？成交量长龙万海，你看盘中的不论非凡东升一堆老师在跟你讲哦，长龙、欸、有没有除权息行情不重要，我、哦、是一个老师直接，我昨天有没有说可以做单冲？有。小王有没有说可以做单冲、嗯？我说你要赚自己赚。有今天最低来到 89.5 元，刚好是 5% 以下，你可以赚拉上去。如果我把拿台湾50的6000万资金，现在变7000多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呵呵5% 就好了，一天多少？350万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我当投资长，我当分析师是佛心来着、嗯。我去投资，我会赚更多。我什么时候？我是不建议当冲的人。嗯，对。你们看我节目知道，我说昨天你们要冲，你自己冲。我这样讲。嗯，对啊。我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，这就是我跟别人不同。如果你看我郭总，你只看我说我好臭屁，你看不下去。你要看忠厚老实的，不好意思，我认为我最忠厚老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造假，
中鸿老师不是嘴巴说的，很多人中鸿老师，然后秀那些对战单，我连看都不想看。那什么对战单？那什么对战单？到底是哪一种等级会员？我不知道。其他的我不敢做保，摩尔的分析师我敢做保。什么对战单？然后秀那种，还有一些 YouTube 的秀十个账户里面的某一个账户要干什么，然后某一段时间要干什么？你要就秀全部，就唯一一个账户或者全部账户嘛？我就秀唯一的账户嘛？对啊。那台湾五十啊，新闻都有啊，是不是？来看一下，新闻都有啊。泽安基金赢了，郭总出清0050，好赚千万。嗯，对。而且我故意不是出在最高点，我讲哦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。我讲哦，我说我故意不出在最高点哦。是。我没跟你开玩笑啊。哦，我说我最高点那天我在17000。14346, 大概大概台湾五十132元那一天呐、啊，1734。哦，我还跟大家讲哈，来台湾五十，有看到千万支柱都已经达标，有看到？哦、嗯新闻写得很清楚，在一度赔500万元的时候，我还拜托大家买，有看到？嗯，我根本不怕赔啊，哦，根本不怕赔，我还拜托大家买，踏着我的血前进、嗯，这就是我跟别人不同。郭总在 YT 节目上表示0050获利出清，大赚1151万。并捐出200万获利，部分获利就200万，给慈济家福基金会等慈善团体。要骂我的分析师们，你应该先参加选股比赛，跟我一样有 guts 有勇气，不然你骂我会被人家笑。要骂我的分析师们，你应该怎么样？像我一样参加选股比赛，突破 188% 的记录，不然至少要自掏腰包。你要承受这个压力嘛？你要知道我压力多大啊？然后可以反败为胜，倒赚1000多万，再考虑来骂我。不然你得要跟我一起比赛行善，你不想比赛选股，比赛行善也可以啊、嗯、我不怕比的，我不只捐这两百万啊，我还另外一笔七位数啊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对，七位数我每次要算清楚，完变九位数，哇，捐一亿好好哎、欸、你要说实话吗？嗯，我希望我在我有生之年啊，嗯，我希望我在我有生之年是捐超过一亿啊、哦、我是认真跟你讲的哦，我是认真跟大家讲、嗯、我真的希望，这是我的梦想，我的梦想，我一步，我只要说出去，我就会去做，做不做得到，我会去努力做。哦，我老实跟大家讲哈、哦，我要有生之年做，好，哦、赚，我一定要，我也希望，哦，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捐超过一亿以上。我是认真跟你讲，嗯、我从10万块起家的，来10万块起家，我从什么起家？权证。今天长荣富邦这个权证赚到赚几 percent？ 63.75%。200万就100多万呐、啊，正懂吗、嗯？好，我们天分你知道，说我讲的每一个故事是真的故事，不是杜撰的哈，不需要杜撰，好吧、嗯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昨天怎么预告，今天长荣涨停板了，对？对。昨天我说除了单冲以外，我还怎么说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看看这个预告啊，看了以后你们起鸡皮疙瘩，好不好、嗯？啊，如果是第一天看我的，你就容忍一下我臭屁吧，因为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哈，不好意思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来这边，3、2、1。明天如果有3%以内啊，等一下，是啊，你明天有3%以内要偷笑嘛，没错吧？对，对，你要偷笑，我怕就是没有。哦、你懂不懂？3%以内你要赶快去追，我怕明天就是一个5%，真的是涨停板。为什么？对啊，你说减70块嘛，对，变85块。嗯，我很简单呢、啊，我涨到110就好了。反正110没有出现期，我还是赚2-3根啊。嗯，是不是？嗯。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么，今天自营商买就是我那时候教你的权证教学一样，你听不懂没关系，你只要听得懂，你只要懂我听得懂，你知道权证教学哦，你听得懂，我是预告的哦，因为很多人押宝长荣，可是又不想要缴庞大的，因为它真的很庞大，对啊，你7万块一张，7万块的一张要缴10000块，10000税，听清楚啊，税，嗯，很多人不想缴税，他们去自营商，他是利用权证去买进长荣，去赌他会填权息的价差。他赚不多，赚20%就好了。哦、我1亿赚20%也2000万呢、啊。哇！所以我透过自营、嗯，我透过去买权证，自营商被迫不得不也跟进去买股票，不然我到时候大赚出场的时候，自营商手边会没有长荣股票供应给我，就这么简单。哦、有没学到？有学到按赞一下好不好？这要实战派、啊。我跟你讲，外面讲那些技术分析基金派哦，不是我要臭屁，除了摩尔的分析师，其他我真的觉得还好一些些。哦，我不好意思，我跟我不会讲谁。哦、我不管你吧、嗯、我有资格臭屁、嗯、我拜托你今天昨天今天大家可能都讲长荣涨停板，哪个老师讲的这么鞭辟入里，而且是告诉你直接答案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看我解盘，台湾股市涨这一波怎么涨没有人知道啊，为什么涨4000多点，抽到就 CPI
根本就没有几个节目像我在每天跟你讲，我看是根本没有，就除了我们跟福利社、福利社来宾，我每天跟你讲 CPI， 他就说奇怪，台湾股市为什么台湾股市为什么可以涨4000多点啊？12629为什么可以涨5000点呢、啊？因为半年的时间涨5000点啊！这就是为什么长荣涨停板，一个人有好多个理由，可是最重要的理由是什么？大户在买进。大户怎么看？筹码而已啊！为什么涨到5000点 ？CPI 而已啊！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死忠粉丝、哦？因为他们都知道我一直见证奇迹啊，懂不懂？嗯。长荣是不是涨停板？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吓到没？有。是不是一亿就2000万了？没有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啊、所以我的财富从我才叫全，我才叫全证天王。不好意思，哦、我讲的每一块钱，我从10万赚到几千万以上，都是靠我自己、赚来的。啊，超过几千万以后，但有部分的钱有会员，有就是有些会费嘛。哦，我不好意思，哈、哦，某某经营还算成功，好、哦，我的会费我的会员还算多，可是这十几万到几百万到几千万以上的过程，我没有靠任何人，不需要，做冲动我也不需要，你知道吗？某某也是一样，我们靠着一个媒体自媒体就好，电视台愿意跟我们合作就合作，不愿意我也没，我们就是尊重。因为我们这个月摩尔怎么样？创新高，六位千万老师啊！哇、wow、你们自己去算营收、这个月扣掉我郭总，摩尔还是第一名。六位千万老师，薪水啊，千万老师什么意思？六月好、哦，这是业界讲的，这是业界讲的，这是我们的营收，六月千万老师，哎、啊，营收你自己猜看多少？业界大概算一算就知道多少了，他们不敢失忆哈。六位一个月六位千万等级的分析师啊，六位，你要选最好的投顾。好，我跟大家讲啊，所以今天所有人讲这些讲长荣，没有我这样鞭辟入里告诉你这些东西，所以长荣怎么看很简单，长怎么看你知道吗？来，你知道长怎么看吗？长荣在这边下礼拜还有机会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差了多少钱？哇！差了70块减8块钱，还差61.5啊！对，你看这边，你看到？哦，这边在这个、慢慢填前期。所以我是不是说长荣除权前有行情，除权前没有行情，这除权后有没有行情？有。一堆人叫你不要参加除权期，不会是我？我是不是跟他说？哎呀，志源你不参加除权期行情，我还牺牲我会员的料，我说干什么不参加除权期？我们讲。对啊，有啊，你有说。我还念他哎、欸啊，是不是？就看。就是为了省这一天啦、是啊，省了几万块的税啦，啊，怎样呢？少赚那个几十万啦，少赚几百万啦，可惜。除什么涨什么，不就除权期行情吗？对不对？我预告前面，我要看一下我们今天网友们的一个回应啊。你们拜托你们要多个按赞，你们要了解那种技术分析是最基本的，我真的不屑去每天讲那么久。我没有特别针对谁，我只能说，哈、摩尔分析是最优秀哇，不只是我，可是我要跟大家讲是我。更进阶的讲法，你要听更进阶的真实战派，你要听我讲的，来看一下啊、哦，来，泽身价至少10亿以上、哦、我不跟你讲我身价多少哈，泽投资展就是展啊、目前1300人啊、先跟大家讲啊、反正我买得起几千万台湾物10万，你自己猜看看啊、台积电概念股是不是又要发动的啊、2303啊、来跟大家讲，来看看今天回应，来这边。哦、上一集说超过 3% 还要追吗？我有跟大家讲啊，我记得我没说错的话，我说可以做单冲啊。对啊，我说 3% 内你可以追啊。可是我记得我没说错的话，我是不是说过 5% 以上就不要追了？那有含糊不清的地方，那 5% 以内呢？就 5% 以内当然可以追 啊。我什么都讲那么清楚，那谁参加我会员啊？是。你们，我记得已经算很厉害了，好不好？哦，你看你们超强，有没有看到？哦 ，SCFY 涨29点 ，Victor Lin。哦，谢谢你哦，好、哦，告诉我 Victor 秘密哦，好 ，OK， 冷笑话，免费分享，当然要按赞，基本礼貌，没有错、，Kevin 你好，这个很多人都想知道我状况哎，泽泽帅哦，阳明跟万海也复制长荣吗？万海不会，因为万海很小气，我没记错啊，5块钱吧？对啊，是不是？哦，除权息5块钱，啊，怎么按？怎么不参加除权息？泽全证交全证超赞，全台湾只有我，好不好？真的，真的、哦。谢谢你哦，来哦，来看一下这些，今天直播人数1200人，都太少了，太少了哦。先知是先知等级的分析师，有看到是先知哦，不是我一个人说的 哦，分析师不要批评我，我就只有对决哦，不要不敢参加0050也参加。
至少也要参加公益比赛，没错 啊。你要批评我就来参加选股比赛，就来参。你参加选股比赛以后就不太会批评我，你知道什么？因为你知道要成功要努力，还要运，还要实力，还要运气。哦，就不会太臭屁了哈、哦。就像我参加选股比赛，我不会说我一定会赢。他、说老实话哈、我当时在等万六，因为头场说上万六会一直涨一涨，后面字没看到。好、来。来，哲哲这是实战派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光靠哲哲进去，长荣就先赚了一个涨停板。对啊，哲哲收下我的膝盖，谢谢你啊、来来啊、来来，我预告一样，3%涨停板，哲哲预告一切预告前面，有没有看到？都讲啊，你看啊，有啊，都是一直在前面的、啊。嗯。哦，来来来，所以你想看、虽然哲哲很臭屁，可是但都是发生的事情。这边有这个哲哲太强了，有没有看到？长荣完全照他说的走。所以你有没有参加行列？你自己看啦，这些都是实证的啦。真的、嗯、啊，你也可以怀疑是不是这是专脚啊？这么多专脚，那也代表我蛮有钱的啦，那也代表我蛮有实力的、啊。哦，这不是专脚，这是实力，这是真的粉丝。真的啊，不相信你看昨天影片，昨天影片不能造假，那个点阅率几万的、欸啊，对不对、啊嗯？有时候多的时候十几万，这个没办法造假，你懂不懂？那上映日期都知道啊，好不好？所以我的影片我都不会删，好不 好？除非那个影片那天有剪字有剪东西有错误了哦，大幅错误，不然不会，好不好？好。长荣就是看得很准，谢谢你哦，哦，谢谢大家，我爱你们哦，啾咪，好不好？哦，来，来，好、哦，来，哇，这很多哎，大家都很嗨呢。我不要天赋，我要台智远，哈哈，台智远，智远涨啦，哦，不要看涨说涨的分析师，没有错吧？哦，长荣找郭哲荣，谢谢你哦，哦，中欧老师很多都赚的，当然啦，我能看多了哈、哦，真的啦哈、哦，我只看行为，哦，吃自行山豆腐嘛，对啊，我吃自行山豆腐嘛，你看一下。所以我希望你们学到东西。那我回到这边来了，你没有长荣人怎么办？其实我要跟你讲，你要开心，就是因为长荣除权息这么强。今天台湾股市，我再看一次哦。今天台湾股市今天蒸发73点。对。那个实际嘛，实际台湾股市跌26点嘛。对。对不对？所以实际上台湾股市是吧，是涨47点的、欸。哦。所以为什么我说是16500？因为现在大概还有差不多200-300点，200多点。对。是不是两百多点除权息过去不是16700差不多吗？是。所以我就说，为什么16800到17400这边是一个区间，有没有？嗯、再画一次，16800到17400这边是一个区间，我们看对不？哦，那这个区间完以后呢，最坏就是16500怎么样？这个16500，这一个16500，这一个什么？这一个缺口怎么样？去测试它。哦。可是已经很强了、欸，我一年蒸发除权息点位500点，就算16500等于17000耶，等于台湾股市从头到尾回档300多点，你在哀哀，在哀什么？叫你做 AI 你不哀哦，叫你做 AI 你不哀，好、哦，叫你买股票你哀哀哀，没必要嘛，好不好？没必要，不要这样子哦，好不好？哦，你久就知道谁的智商、谁的智慧、谁的天赋是最高的，好不好？拜托哦，多看下去，多看下去。多看下去齁，所以我跟别人就是不一样齁，去想看你要怎么分析。来，今年齁，虽然 Fed Watch 现在升息几率就 10%, 我还是很大胆预测下个月不会升息，随便你们齁，我就跟你讲啊，八月会不会回档我不知道齁，我就跟大家讲，我先因为看到一个月已经很厉害，所以就全新的七月，崭新的七月、哦、是你要不要跟着我，嗯，九月份诶、五月份涨了999点，你不理我。六月份看一看，哎、欸，蓦然回首，台湾股市涨了300多点，哎、欸，涨了336点。六月份涨336点，哎、欸，除权息点位200点，500多点，你居然不理我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嘛？嗯，其实实际上这两个月份又涨1000多点，你又不理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去想看你要怎么分析。除了这以外，有没有精彩要喷哦？精彩要喷哦。哦。你想一件事哦。是。如果今天最新的新闻，台积电还派500个工人，是台湾的工人哦，过去美国设厂，嗯，代表第一个，美国的工人真的很贵；第二个，美国设厂不顺，那资本支出要增加，资、本支出增加，那你觉得一些台积电资本支出概念股会涨？哦，当然，资本支出概念股不算，精彩应该是台积电概念股啦。对，只是台积电资本支出概念股会不会涨？会不会一起带动精彩这些股票？嗯 ，CoWoS 这些制程，如果供不应求，精彩会不会喷出去？有机会好不好？有机会，嗯，投信又偷买，对，好不好？嗯，所以你去想看两档分析师。除了这以外，我们下个阶段我们休息一下，因为我们开始要介绍标股了、嗯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臭屁一下，我们要介绍标股，因为过去式的，这不重要了。我也吃了自行山的豆腐了哦，是不是？来，
2603长荣，自营商昨天买49000张。我更恐怖的是，昨天自营商你告诉我买超100多亿怎么样？我直接说，大部分那自营商都是买长荣。昨天关100多亿里面50-60亿以上，超过一半以上、都是买长荣，都是大牌长荣，这叫天分呐、你回去看昨天的节目好不好、你就知道我跟别人不同等级的，拜托、所以有时候人家笑笑，我都批评，我都笑笑而已啦。我用他们再讲我再多，都不敢跟我直接一对一 PK 啦。我是跟你说认真说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比谁都努力，我自己知道我的天分在哪里，好不好？我自己知道我的我实际上我就10万块起家了，我怎么不敢跟谁 PK？ 好不好？你就想看你要怎么分析师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外资卖88亿来了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怎么办？今天台币又贬了。对，可是我告诉你是好现象。我昨天提醒你，为什么是好现象？我们休息一下，忙回来。外资今天卖超88亿，台币也在贬哦。那接下来的行情怎么看呢？请教一下投资长。我再问你一次哦。今天台湾股市跌了26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除权息蒸发73点，实际上涨多少点？47点。47点，谢谢你，我给你100分。所以是涨，你怕什么？好，涨的过程中，台币是贬还是涨？是贬，又在贬 了。对。那我有没有说过，这一波台币最坏到哪边？31.2。对，在哪边？你看一下。已经到一半了，等一下、好，气死了，好，31.2，这边就31.2，这边是不是快到了？快到了，快到了，你怕什么？所以你今天越贬怎么样？外资越卖，因为贬就是要卖啊。对，可是卖没有跌怎么办？就是卖不下来嘛。所以。如果台币贬到 31.2， 基本上你这边就该买，那就可能不会回撤这16500这个缺口了，按在吧、我懂。这样知不知道就不会回撤这16500这个缺口，懂不懂？懂。懂了没？其他分析师会跟你讲这个吗？天分，不好意思，这是很臭屁。可是你真的在做股票，你就知道我跟别人是完全不同，一个不差一个，不只差一个等级啊，真的好不好？所以今天你在卖的过程中，外资在卖，你要开心，好不好？你要开心，因为卖居然卖不下来，然后。又我说过，台币只要回到一开始起涨位置，我不是今天来讲的、对不对？我不是今天来讲的哈、是不是？好了，没时间讲，刚才讲股票了。是，长荣不能撑出去了啊、来685起机，起机怎么样？昨天投信有没有买？有买就好，不要怕。今天 KK， 我什么时候叫你追红 K？ 不要追高，好，不要追高，你现在追高容易受伤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起机我是拉回来买，我昨天有发公告简讯，没错吧？对。好，来，3035智元要喷出去了哦。智元这一波是要先挑战这一波最高点哦。对。220块这边哦。好。218。218。好不好？好。会不会21天作5来到250呢？哎呦，有机会哦，许愿起来。218突破以后，我觉得230、250没问题啦。但是这不是目标价，你风险要自负、好，你最好的选择是参加泽泽郭中的行列。我再讲一件事，今天你看所有的大型财经节目，所有的盘中连线，大家都问长荣为什么这样子？为什么？可能事后话跟你讲啊，我要节税，我权证在买，我自营商在买，没有人像我讲那么鞭辟入里，不是，是大户利用权证来避险。对，应该说来避税，避税，来避税。所以这么多大户、你看到是自营商买，我看到自营商只是一个，只是什么一个傀儡而已，实际上是大户在买。今天、我认为再跟你讲第二个预测，今天凯基台北、我有这个想法，你觉得凯基台北那些单冲大户他不会看我节目吗？或他不会跟我一样想法吗？会哦，是不是？土城有宁哥会不会？会哦。我认为我跟你讲，今天一大堆单冲户怎么样，获利了结走掉。那怎么办？我不会担心，因为下礼拜要怎么样？还有望海，望海比较少了。阳明吗？阳明呐、你看今天自营商就买了，所以食髓知味，好不好？哇哦！哦啊，今天自营商会买很多、好不好？不要说我没说。阳明什么时候？阳明是7月4号。七月四号嘛。所以今天会买很多，下礼拜也买更多。好。食髓知味，所以今天单冲客很多会下车了，好不好？不重要，因为股票这个市场本身就需要单冲客、你们不要敌视。那些单冲客，你像那个凯基哥也好，土城永宁哥也好，这些单冲户也是创造台湾股市的流动性嘛，是不是？又不是这些单冲户害得这长荣、阳明、万海下来的，好不好？只是润滑剂而已，好不好？这也是润滑剂，是有利于股市的交易的，好不好？OK 吗？平常心，有能力的人呢、
就像我台湾五十买了，你要吃我豆腐随便你啊，是不是？你要吃我豆腐随便你啊，有人一人账可以赚到这一波钱，知道吗？好不好？拼三星就好，来，好，8358的金居，哦，这边投信有点卖了，等投信有买再追也不迟，好不好？好，金居拉回再买，拉回再买啊！金财看你要喷出去了，你不要说我没说，这个对你很好哦，这个对你很好啊。智元，我现在最看好的是智元，就短期内 AI 概念股是智元。资源真漂亮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全部都获利，都很开心，嗯、都很开心啊、哦！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而且投资没有重点是，你也不用考虑你有没有赚钱赔钱的。我认为这一波要挑战220以上就通通都，你就算你是我观众，你也赚钱吧、嗯，是不是？我说我对你们很好，好不好？啊，讲话同时我们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泽泽太强了，根本是台股编剧哈！我看一下你们留言啊，谢谢你们，这一称赞我泽泽真的不是一般人，谢谢你们哈。谢谢你们啊、哦！你那种表演每天，哎呦，我赚多少钱？我买最高，卖最低，你相信哦？那些越夸张绩效的老师，他不会去参加选股比赛，真的啦！哦，球、哦、姐精彩看这个，精彩讲的哦，好不好？啊、哦哦、啊，这是十个亿以上哦，这是刚才的哈，我们看一下最新的，来来，哇，这么多，头涨联发科七进七出的泽泽要前线江湖了，前阵不错，谢谢你们哈、哦，泽泽老师神人哦，谢谢。红海要参加除权型行情吗？要，除权太五也是 5% 啊。泽泽就是神，谢谢。48000进七出，你是在骂我吗？哎、欸啊，没有啦。SCFI 运啊，下大雨了，泽泽也花了。泽泽要专业有专业，要颜值有、欸、要专要颜值有颜值啊！你打错了、喔，洋洋累了、喔，洋洋的、喔，懒懒的、喔，懒洋洋变懒洋洋的、喔，人变少了20分钟1500人，那很好啊。嗯。哦，常常涨停，今天东森财经连线，就来宾说跌破专家眼镜。哎、欸，哦，可是哦，他跌破专家眼镜，那他的专家定义我不懂啊，我是 Polo 哦、哦，我是可能神等级的，不好意思，没时间赶快拍桌子，没时间，为什么一定要拍桌子呢？来来来，中线之王泽泽，利基啊，没时间的来，很多股票啊，啥明泰啦，看一下3380。也是有创新高啊，也是啊，有五过强 啊，所以明泰也是很强 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今天股票是很强，所以你看起来好像跌就是涨，所以台湾股市回到16800、16600会怎么样？今天台湾股市看起来跌，其实是涨啊，一堆股票在涨。哎、啊，元泰五和联宏，哎，你是个开心、哦、啊？联泰是200元，最低是200元，我是说200元以下，200元以下，以下有含有没有含？有吧？有。国文，如果你说没有含，你国文不好哦，你国文你会被郭老师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你数学会惨哦，大于等于哦，有含哦，哈、哦。哦，不是小于等于，小于等于啊！你看国数学会变，就会国小数学会没过哦。哈、哦，200元以下有没有？200元以下买啊！啊，我那时候怎样？我已经有买了，所以我不急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会不会锁死？就马上拉起来了，再买一次210，我也很开心啊。哦、所以现在225啊，一张赚15000，10张赚150000啊！哈、哦，8046蓝电这些不用担心。哎、欸，这个我跟你讲，这个 AI 概念股这些还会再涨，好不好？我希望你好好把握住。去想看你要怎样分析的、啊、很多股票拉起来，联发科也是要再买进哦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很看好它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比较漂亮，短线还在突出了，还会再爆冲的，精彩。智元，嗯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还有谁？还有元泰，不要说我没说，好不好？不要说我没说，艾普这些不错，艾普它现在在打底，可是你看真的厉害，一跌破300元就有买盘了，所以我今天很开心。台湾股市这么强，台湾股市这么强哦，3号3380的明泰五够强的，这么强。可是最强的是我手边股票，我有最强的股票。那你要不要找最强的分析师来迎接？可能是否是最强的七月份？投资长，什么叫最强七月份？还会涨999点吗？所谓的最强不一定要大盘强哦，而是股票是最好做的强哦。嗯，你听懂吗？真的。在那时候，我好像是3月的时候，我送五够红啊，青春五够红啊，每一档股票都动辄都赚50%啊、嗯，没有错吧、嗯？没有错吧？所以最强的七月份有没有可能是个股最强的？不是不可能哦，崭新的七月份你要跟我一起来赚钱好不好、嗯？所以我今天很开心，我们再来看一下恭贺简讯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哦。那今天台币贬，可是外资也卖，可是贬得漂亮，因为加速港底，我讲是台币贬值，台湾股市是算涨的。恭喜2603长荣，怎么样？刚刚攻上涨停啦，刚刚攻上涨停喽，手上持股获利续报。所以今天长荣为什么涨？涨停就算了，很多人有买涨，有很多人没有参与啊，连参与都没参与的，如果我们要批评谁？我说我就不讨论。可是有那种参与，他不知道为什么涨，不知道为何涨，那没有意义啊。我是有参与到，我知道为何涨，我还独家预告，
画面给我，你要找有天分的分析师，一切的一切我预告前面，全新的七月份，崭新的七月份，最新的标股我都准备好了，欢迎来电洽询0806680085 0800来来8085，预祝各位能够赚大钱，谢谢各位。昨天呢，投资长破解自营商尾盘大笔敲进长荣的操作手法，相信让大家都印象深刻吧。而长荣的股价呢，也像他所预告的一样哦，跳空开高拉涨停。如果说你跟着他所操作一样的话呢，你今天至少赚 10%， 一根涨停板呢。在其他的财经节目当中，没有人像他一样精准预告说长荣除息之后会涨停板的啦。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？再等哦，就少赚很多钱了。现在电话拨起来，0800668085，0800668085，荣耀华尔街，我们再会。观众朋友注意哦，最近诈骗盛行哦，我只有三个官方账号，除此之外都不是哦。LINE 小鼠 S178， Telegram 官方频道小鼠 A178178， Telegram 私人账号小鼠 S178178。注意哦，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 的账号或者后面是 A 的账号，这些通通是假冒，只有这三个账号，谢谢。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，觉得有深度的，还蛮准确的，欢迎按照我们的影片，订阅我们的影片，按小铃铛，记得按全部接收，还要加我们的 LINE 以及加我们的 Telegram， 我们的 LINE 跟 Telegram 都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哦，谢谢各位。摩尔证券投顾0800668085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